飞狂。黑月怕跌跌撞撞，人间一趟难免会沮丧，就当疼痛都是假象。黑酒狂奔去远方，摘掉那些无聊的伪装，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让让林哥也曾在黑夜中彷徨，也曾被轻易的遗忘。让让林哥给世界看我的欲望，记住我此刻的狂妄。Running break down， 遍体鳞伤，经过这所有倔强，做自己的狂。这写的是什么呀？这写的是什么呀？这是，父亲，怎么了？来，你看看，这谁这么胆大，在外面敢咒说你妹妹？这个混蛋！不行，我要找那个姓宁的，肯定是个没用的姓宁的，他搞了鬼。别，父亲您别冲动。我能不冲动？都已经气成这样了，能不冲动吗？小妹眼下看到这样的新闻，情绪一定不好。您现在去不是最好的时机，不如这样，我代表丽蓉去观你看一看。反正我哪一次一提到你妹妹，我就容易乱阵脚。还有，现在连仁义的事情也提到了，我想李琛心里肯定也有些疑问。我倒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把这件事情跟他们俩都说清楚。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那今天采访就到这儿。嗯，好的。好嘞，谢谢。你们俩都记下来了吗？那回办公室先整理一下吧，晚点交给我。哟，你怎么来了？不会是接我回家的吧？你自己看。这都什么下三滥的媒体手段啊？谁干的？为正查呢。这一看就不是业内八卦记者的手笔，我觉得应该是跟上次黑关顶的是同一拨人。那你爸肯定气坏了。可不嘛，想想办法吧。我刚去找人撤了点热度，你看还在岗位。走，找我弟去。找他干嘛去？像我这种出售 MCN 的小作坊，手里最火的网红就是他了。现在不用，留着过年啊。你下午去研发部对接一下产品的研发进度。你们两个负责一下华中市场的调研报告，安排一下下午的会议，记得一定要通知到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告诉我。没什么问题了，去忙吧。你怎么这么好？你走。你怎么样？还好吗？这个事情，让公关去处理吧。你说网上那些脏水，你放心，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我又没有吃别人家的大米，用得着看谁的脸色活呀？再说了，我也不认为那些网友有资格对我的家事评头论足，而且现在正是那些网友吃瓜吃得正开心的时候，你无论跟他们说什么，都无异于火上浇油，倒不如呢，等过几天他们忘记了，自然就消弭了，不用在意。我发现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你会很不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会觉得自己对于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而你也并不是很需要我。任月女士曾经告诉过我，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之外，
不应该有十分钟之内让我无法舍弃的东西。我怎么会不需要你呢，宁老师？我只要想到你就会充满力量，哪怕你就只是待在我的身边，什么都不做。怎么了？啊，没事儿，垃圾信息。你来干嘛？谁啊？宁长明，这里是公司，怎么可以偷亲我？我偷亲你了吗？你没有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找李浅。早点下班，有事电话我。直播的时间就快到了，还没想到爸爸吗？你也看到了，你说的再有道理，这网友正在兴头上，他听不进去啊。要你有何用？哎，娘娘，啊，对，我看到了，我正在想办法呢。好，好，好，你快过来啊。玉青青，啊，娘娘来了，肯定就有办法了。你看我这个弟弟，养不熟，还没怎么着呢，胳膊肘朝外拐。金总，这还没到半年财报会呢。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明天是父亲的生日，他知道你可能不会去，但是他一直很担心你。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聊一聊，却总也找不到。平心而论，从经营者的角度，我很欣赏宁成明，但感情这档子事儿……靳总，这什么时候管理层的私人感情问题也需要向投资人解释了？别紧张，我跟父亲不同，我很支持你。只是今天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我觉得你连自己家的事情都需要在网上七拼八凑的了解小道消息，实在是我这个兄长做得有些不到位。这是父亲和仁义的结婚证，按照仁义的意思，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办的。这是你们的结婚证，谢谢啊。不客气。爷爷，你看。对不起。听说过一个传闻，在我和李琛的生母去世之后，父亲就做了一个决定，只恋爱不结婚，所以女友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一直以为他们不结婚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青青，确定吗？我确定，这个时间点做理性分析收效很小，只有打感情牌，通过情感共鸣让网友风向倒戈。行，那我开始了。各位粉丝，好久不见，我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直播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惊喜，相信你们也都看到了，热搜上面李家小三的事。其实我呢
和李家挺熟的，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相关人士，让他来给大家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如果打感情牌的话，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吧？陈哥，这父亲起初决定不再婚，是因为李晨。大家好，我就是那位八卦里所说的李欣姑娘的哥哥，我叫李晨。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咱们家往上三代经商，家底殷实，难免被人觊觎。所以不免有女人别有所图的接近父亲，他们在父亲面前演戏，在年长的我面前也是同一副样。起开！但当面对年幼的李晨时，但调皮，便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本来父亲遇到仁义的时候，是动了再婚的念头的。可是仁义非常敏感，他察觉到了父亲心底的一丝丝犹豫，便负气独自回国。父亲非常后悔，是无法后悔。这让父亲在后来面对李晨的时候，情绪有些复杂。所以二哥才会觉得李静凡并不爱他。虽然没有明说，但经过这些年，李晨也成熟了，所以我相信他是明白的。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去和李静凡一起生活。老实说，我真的不理解，甚至觉得有点突兀。我想，父亲心里肯定是明白的，他心里一直有一个地方属于仁义，属于你。不管是仁义不愿意带你回人家，还是不愿意将你交给李家，这一切父亲都懂。以我的了解，我觉得，可能他们真的要以这样的方式，爱彼此一辈子。所以，你从来不是什么第三者生下的私生女，而是李家的小女儿。这是从我11岁，李晨9岁，就知道的事实。原来，我妈连这种事情都预料到了。告诉李先生，我会去的。已经连上了3个热搜，这个话题本来就是社会话题，现在口碑已经反转了。大家都很心疼李家，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你的安全通道我已经给你打通了。什么时候？林成明的海外账户他们已经侦查到了，最多48小时之内他们就能抓住他。好，那我去哪儿等你啊？我让你办的事儿呢？在办呢。你记住了，见不到人我是不会给你传票的。我找几个做事利索、最严实的人。不错，挺好。哎呀，辛苦了。哎呦，想不到啊，你也能配合经侦了。对啊，挺不错的吧？而且我还不用坐班。哎呦，这设备就……哎，别碰，碰坏了你。哎，你对宁总今天网上那事怎么看呀？哎，曹梅狗急跳墙了呗。曹梅今天没来上班 ，Lisa 说她请假了。我总感觉这曹梅好像有什么别的计划。
他不是要跑了吧？曹梅叫我摊牌，我去会会他。这不会有危险吧？我每隔10分钟给你设定一份定时邮件，没有危险我会取消发送，如果收到了就立刻联系经侦。哎呀，李浅在哪儿啊？陈明，你来了。为什么约在这个地方？这家酒店地下有温泉，我最近很累，所以想休息一下。很累啊？那是忙着打压李浅，还是忙着搅动是非？陈明，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不明白？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解释清楚。草莓，你怎么对我、对别人，我都可以不理会。但是对李浅，我相信你手段放干净一些。攻击他的家人，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看在曹教授的面子上，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是，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我骄傲自信，我不用羡慕嫉妒任何人。因为我不需要。可是程明，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现在的我觉得自己好卑微啊。我爱你爱得好卑微啊。我跟你说过我对你没有感情，无论是有认知障碍的时候还是痊愈之后都没有。我知道。小哥，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李小姐，我今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不会这么俗套吧？李浅，我喜欢你。不好意思啊，我不喜欢你。李浅，我真的特……行了，再演，我怕你自己都信了。我都是真的啊，自从遇见你以后。都是你一直在帮我，你让我感觉到其他人都没有过的温暖。我又不烧炭，我这点温暖光供应我那几个不靠谱的朋友就已经不够了。现在想想，你接近我应该是从顾兰的发布会那天开始的吧。不过这个任月去世了之后呢，这李静帆对他女儿的上心程度啊，丽蓉的高层们均有所耳闻。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等我转正了，一定请你吃饭，咱俩加个微信。你不会以为我不清楚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吧？之前那篇文章，难道不是你写的吗？你听我解释啊，那篇文章……停。接下来你是不是要编“缘分天定，没有我不行”的段子了？毕竟遇事不决，怪力乱神嘛。我告诉你啊，这套呢我最熟悉，所以在我面前没用。我奉劝你，在套路这条道路上呢都是坑，年轻人何必呢？你要是不想法院传票摆在你的面前，你最好赶紧滚蛋。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你最好现在就走，不然一会儿我那律师朋友来了，你可能会多揣一张传票回去了。哎，青青在这儿呢。我饿了，一起吃饭吧。所以，我想通了。
我决定辞职。蒲瑶芝，我知道你不喝酒，庆祝一下吧。庆祝什么？庆祝我不要你了。也恭喜你，终于可以摆脱我了。你在干嘛？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喂，钱总。齐伟，你知道宁总在哪儿吗？宁总，我不好了。什么事儿了吗？我哥邮件来了，登云温泉酒店520。喂，钱总，你听我说。喂，怎么了？李浅知道。你是李浅吗？是啊，我当然是李浅。你不相信我吗？你好，520房间是不是一个姓曹的客人开的？小姐，这是客人的隐私，我们无权透露给您。人命关天，你赶紧开门，不然就出大事了。小姐，我们这里是五星级酒店，请您注意不要大声喧哗，而且我们确实无法将客人的信息透露给您。你们酒店股东是顾氏？当然，我们是顾氏旗下的精品豪华酒店。顾哲，林老师，我有多么想把你占为己有。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不想总在你的世界之外，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贤，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李老师，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我求求你永远都不要离开我，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好不好？你说什么？你不是他，因为李浅在感情中永远都不会用求这个字，他只会说，宁成明，我通知你，我喜欢你。但是我现在只想说，你给我离他远一点。成明，怎么样？李浅，没事吧？走。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嗯，你别去，抱我一会儿，抱着我，然后我在这儿歇一会儿就好了。好，嗯，听你的。嗯。不知道草莓给你灌了些什么，你不是知道自己不能喝酒吗？不是酒，是葡萄汁，然后里面还加了一点什么什么东西。下药了，嗯，走，我带你去医院。要不要洗个胃啊？不要洗胃，没事儿。啊，我都好很多了。嗯，刚才还挺迷糊的，我现在完全不迷糊了，就是反应有点慢。真的？真的。嗯。嗯，这是几？算了，算他一点五好了。你干嘛？哎，林老师，看这里。同志们，接下来是我校著名经济学教授林成明老师的数学小课堂。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同学们。林老师，嗯，这个是1.5还是2.5？李倩，手指头哪有什么0.5？重修。林长明，你又欺负我！干嘛要说又？你不记得你以前欺负过我了？当然记得。谁让你跟那个郭东升说这么多话？哎，你这是什么道理啊？我就是不想听你跟别的男生说。没有啊，我以为，嗯，反正就是这样吧。宁老师，宁老师，要不然我扶你上床去躺着吧。你不要，就在我旁边躺一会儿，我就好。钱姐，你那没事吧？我听说曹梅是李浅，你可千万别怂啊！不行你就摇人，我在群里喊一声，保证你一支穿云箭，我千军万马来相见。有劳二位挂念了，我没事儿，我刚把宁成明送回家。话说你们现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那个网上那事儿你不知道吧？我知道啊。你们不用担心我，我说的是顾浙和琛哥已经把这事儿解决了。真的假的？真的，不信你去网上看。琛哥可帅了。顾浙直播间里面有视频，你可以去看。既然你现在在宁成明家，那我就不打扰你了。祝你们幸福。嗯，他都睡。睡着了。各位粉丝，好久不见，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惊喜，相信你们也都看到了热搜上面李家小三的事。其实我呢和李家挺熟的，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相关人士，让他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好，我就是那位八卦里所说的李欣姑娘的哥哥，我叫李琛。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所谓的绯闻不过是两个善良的成年人为了保护一个小男孩不再受到心理伤害所做的选择，而这个男孩就是我。我
我求我妹妹一句道歉。我时常在想，如果当初我可以在事后更强一点，不让我父亲担心的话，也许今天我妹妹就不会被那些非议所伤了。 经常说不喜欢习惯依靠别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身边的人可能不喜欢不被你习惯依靠，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你会觉得多余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表达你可以跟他们互相依靠。 是可以依靠，不是应该。我是想说，你可以依靠别人，但你应该依靠我。明老师，自己都差点受伤。 这会儿眼神霸道总裁啊，还没清醒啊？我很清醒。什么？你告诉我，这是几？一。那这是几？二。我是谁？一千。那你是谁？我是。你看，我就说你还没有清醒吧。 我是想关灯的李倩。
惯了漫无目的，写无意义的字句，仿佛被幸运遗弃。为什么遇见了你？是不是命中注定？那些纠缠和不安的情绪变得有诗意，好像沉入了海底，好像星光的孤寂。我的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只因为拥抱你。所谓结局。